다다다 문화코드 또 안그란 이 아주 가브라이우 가방사로 또 안그란 또 가보야난이 견우간이모 난다 도마마 야양한 사송하라 스모나 간이모 아 우리훈나이 다 그다나이 다 견우간이모 누나 마와이 카데산 도마마 야양한 도마나 도마마 야양 사송하라 스모나 간이모 견말 간이모 바카야양 간이모 这个阿中的印象，就是从我们2000年的时候从台北回来部落当会长啊，我这边刚好准备要退伍的时候就当副会长，然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期间3年的期间，也是部落很重要的时候，那我们也参与了这个部落文化复兴的这个阶段，也就是最重要的那个阶段，就是马拉罐制度的恢复。很多的部落的议题、土地的议题，不管是文化上面的议题，都一直在本部落发生。尤其是从最早的猎人事件，一直到捍卫祖灵、光电案的事件，很重大的事件都在我们卡迪布部落这边发生。那我们哥哥阿忠呢？尤其是阿忠。在这几个事件里面是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从代表一直到县员，那现在他有心他要选立委，那责任更重大了，他整个顾及到所有台湾原住民所有的土地的一体的东西，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想法，我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市任的人选，因为经过这么多的土地的议题当中，我们自己的主权，不管是看得见的主权或者是看不见的主权，尤其是就是土地的主权跟文化这个部分啊，他都非常的在意，自己也是在做自己的音乐创作，那我的音乐创作也在做跟这个土地有关系，跟我们人之间的事情也有关系，然后我知道我们两个一直在被祖先在祝福，拜托大家可以把这个消息也能够散播出去给大家，有年轻人有新的一辈来去为大家服务，我相信这是会更好的，会不一样的。其实我们都是从部落的会所出来，那对部落相当的有一定的使命感，其实我也很希望是说把部落的经验这十几年土地的议题，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验，那希望也把这样的一个部落的经验能够带到部落的声音，能够带到立法院，一起为我们全部的原住民来去发声，然后一起来去守护去捍卫我们原住民族的权益。那谢谢弟弟三哥给我的鼓励，我会加油。这个阿忠有这个企图，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心，然后要选立委，然后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、兄弟姐妹，拜托大家支持我的哥哥，把我的哥哥送进立法院里面，为所有的原住民，然后来去做事情，我们一起祝福哥哥阿忠，我们也一起给他力量，然后喊一下，嘿呀！